猫发情需要注意什么？一，如果母猫的例假比较多，主人为了清洁，可为母猫带上卫生裤，并且定期的清洁猫咪外阴。二，如果是公猫，一定会想尽办法出去，主人就需要关好门窗，防止它溜出去走丢，而且还要避免它和其他公猫接触，不然容易发生争斗。